我芈月达也什么时候受过上上把的气？老弟，只要我进别人家野。 无所谓，还好最后蓝是我拿的，虽然我没有红了，我挺被动的，我不知道他们怎么看到我，好吧。但最起码，我经过上次的经验教训，我最起码我是吃了两个野，我能到四级，好吧。我也是不知道为什么一个凯爹都能敢来反蓝，你说我是怎么玩？啊？ 一个凯王，我拦走，你让我怎么想，兄弟们？这怎么都会反野呢？你告诉我，你不觉得这个事情就挺离谱吗？我但凡这一波不是那个一技能往那个。 往那个对面的蓝丢的话，我又是一个单 buff 开，然后又要被别人循环。红 buff 粘着他，他走不掉了。我人麻了，这刚好把我击飞了。这运气就这么好呀，大哥们。 你看我粘他，啊，这个腿给他打断，他只能开几走走。把红 buff 拿了，红 buff 拿了，我们才有很强的作战能力。 你要相信芈月的这个刷野速度，很快很快，就刷完一片野区，到处乱跳，野怪都没了。然后注意这个一技能起点跟就是飞的过程有伤害，你按下去的那个位置也有伤害，都很关键。先拉扯。 其他攻击力，你看这个伤害，它很到位的。我吸一下，然后按普通攻击，看到没？就很变态的。你吸的差不多了，它那个攻击力越吸越高，那个攻，那个伤害真的超级顶。 开始我正方形他们了呀。
一个人追两个人打，但我还是得有红 buff。这我不可能在他那个阵里面被控到，不好打。你芈月玩的这个好不好？你就看这个鬼二技能粘不粘得到人。你二技能就不要空，哪怕你吸小兵都 OK， 你吸野怪都 OK， 因为你要吸的他，你才会有个超级高的攻击力，好吧？他那个吸抽攻击力真的很恐怖的，你拉不到人，你就拉这个野怪，那都是伤害。不用管他们，我们刷自己的，按个惩戒赶紧过去参团。那这一波打不了了，打不了了，我们直接把这个中路塔给推了，直接可以马腿给他打断，看到没？你保证自己的发育就行了。把这个暴君拿了，看到了呀！哇，他还是看得清楚的呀！我以为这个鸟他看不到的，这反红把自己反出事了。他出了个兵甲，你后面这个打野刀要换的，他前面厉害，他前面那个减速很厉害，但后面那个减速就相当于打团的时候就没那么强了嘛，你就开始要做黄刀，对不对？做黄刀蓝刀都行，做黄刀他多一点抗性，好吧？直接去上路，哎，没牵到他，小勾一手，这个人死了呀！我就站在这里吸，边吸边打吧。他们在绕，关羽过来了，直接点他，一技能放着，跳过去，一手惩戒 A 他。哎，我这个技能是丢的有点歪呀。你玩你稍微比我丢的准一点就可以了，好吧？你不需要每一波都很准，你如果比我准，那你肯定比我强。好，不着急，刷点野。回点血，边打边拉扯，他不在里面吗？知道，但我们地图上兄弟没来，好，有反甲了，那个关羽他有点劈不动我了，这个位置特别差呀，差一点，那你说这黏着他打，他肯定死了呀。
就是他现在粘人能力真的很强，你普攻减速、二技能减速加这个黄刀减速、红 buff 减速、四减速，所以说别人真的动不了，好吧？他普攻是带减速的，二技能也减速，红 buff 减，那个肉刀减，这个也减，四个减速，你说别人动得了吗？有没有抓人能力？那肯定是有的。等下一个肉一点的过来，我们一定要打节奏快一点，到后面还是有点难打的，后面魔抗起来了不好吹。能勾回来吗？能勾一个回来吗？好勾。随便操作，兄弟们。他直接进去了，可以勾一下，勾一下，直接一波了呀！你说芈月这么强，这个版本是怎么能受得上上把的那个委屈哦？上把是真的委屈啊，兄弟们！你可能后来的同学真是不知道我刚才那把芈月到底经历了什么啊！那真的是差点把我给打哭了呀，哥哥！希望大家多多关注，多多转发，拜拜。